我们这边的银饰是有象征意义的，地位越高的人，然后家庭越富有的人，他家的银饰会越多。然后在节假日的时候，他会展现更多的给人们看。还有银也有个谐音是银，然后可以给人家带来好运的那种。 我的名字叫杨迪，我们的银饰就是我们的财富，因为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，然后我们迁徙的过程中，我们不方便携带我们的财物，我们就把它做成了银饰。我们这边一套银饰一般是在25-26斤左右，然后我平时穿银饰的话，我最多能穿3小时，然后就会累了。 结婚的时候穿银饰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的父母就会帮我们准备我们的嫁妆。如果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穿戴我们的银饰苗族银饰的话，我会有遗憾。我叫吴国正，我是做银饰加工的，我是1980年开始做，大概也是30年了。 那时候我小的时候，我边读书边跟我父亲学的嘛。我回家来，他都要我帮他做葫芦拉丝啊，要打拿个锤子打开皮子啊，是这样子。苗族的银饰为什么是特别啊？苗族的银饰它这个工艺多嘛，它有的龙凤啊、麒麟啊、蝴蝶啊、那鱼啊，这个动物多的很。开始第一的时候是拿那个银子，到那个银窝倒成那个银条，像怎么那么大的了，就敲敲了。 就拿来拉丝，拉丝再来编，编了就拿编好，就拿打那个头头了，裹那个头头弯起来，裹个焊接好了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最后的工具呢，就拿烧来洗都差不多了，是这样子，落手中。我认为保留和传承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很重要的。 因为全球化的影响下，我们被新时代的思想给灌输了，然后就已经很少去关注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，然后它慢慢的在流失。当我穿上我妈妈为我准备的银饰的时候，我感觉很开心，很高兴她能为我准备。